methamphetamine. Amphetamine. Amphetamine 是一个伤感的故事，但我希望每一个参与一部电影的人都有一个圆满的人生。我打嗰啲竞赛套路咧，平地嚟嘅，有一套完整咁打落去嘅。睇今日咧，就睇翻现场环境啦，尽早啦，系啦。哦，可能，但系我下次会经常翻佢。咁样喎，几多度啊？而家？咁你好想俾着多件衫啦。我都唔想喺个角色求弱嘅阴公。圆梦第一次啊，反正我已经脱了，都豁出去了。素素姐很漂亮啊！谢谢导演夸奖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对沟仔冇乜经验，唔好意思啊。好鬼用，初吻嘅感受系为怕气嘅咩？都为怕气啦。哦，以为无端锡你，我以为你中意我添。咁可能系啦。在那個位置教他就看不到他，是啊，所以你要翻身埋。因為我嘟第一個冇事，嘟第二個冇事。有眼神交流，話曬俾你聽。跟住我反應就係，哇！哇，好撚凍啊！扶梯低位啊！冇拍过啦，我冇着裤啊！有冇数过跳过几多跳啊？廿个点点，好冻啊！真系，哇！比上面加埋啲风咧，我谂八九度到啊！呢个练咗骨嚟，咁啊，嗰个跳咧跳咗落去咧，手指功咧叉仲会塌下面，啪咁声，哇！眼睛唔知边度嚟嘅，又顶唔住啊！有冇事？冇嘢。你跳啊！其实你唔应该着，你应该埋去提上安抚佢噶嘛。咁呢场咧对白比较多啲嘅，多都唔系一个问题。唔系一开头嗰段咧系慨叹无奈，中间嗰段咧就比较愤怒，愤怒完之后咧系超愤怒。超憤怒完之後咧，悲傷又喊啊！我諗緊啲嗰啲情緒跌宕點樣搞咧？其實我而家聽緊啲催淚曲，我唔知點講。其實我而家發癲，我有借助啲殺 K 嘅啫。我屌你老味！我媽想著西裝，佢唔俾到啦！而家知唔知啊？我真係俾我睇啊！我係乜嘢啊？辛苦！我救你，救你，救你！就算同你，我哋都冇真正做过，但我觉得我已经系你嘅女人啦。但喺心里面，我已经系你嘅女人。OK， 呢句好重要，唔好话因为心里面。嗰幅画，嗰幅画咧 ，Adam 咧就系 Adam 咧就系十二 ，Adam 就系咁嘅。咁嘅，咁嘅，咁嘅。哇！屌，冇打底啊！乜？唔係你一陣著唔著衫噶？冇噶，乜都唔著噶，乜都唔著噶。真係幫唔到你。係啊。做屁 ？OK 啊，嚟！一。等等，老马翻嚟啦！啊！冇翻嚟咁，我都系咯。咁你度直头想佢开头系有个沟，即系我想个个位系嗰边。
咁我以前做 stunt 噶嘛，咁簡單嘅動作都唔做唔到，點當演員咧？啊！等陣我就喺呢度空中入落去啦，大概有70多米到啦。冲落去嗰下咧，第一下当然好刺激，直冲好似成日鹰咁埋鹰咧，冲落水捉鱼咁啊，好似成日燕子咁样俯冲。落到第一下咧，其实唔觉自己去到最尽嘅，但系第二下弹翻上嚟嗰下咧，系成个人失晒重心，变咗好 free， 好成咁落去，非常之开心，好刺激。我而家望落去都惊咯，头先第一次企上去真系好惊，惊到系。直頭手震啊！我哋呢個跳咧就歷史性嘅香港唔會再有，因為呢條橋咧就三月即期咁下過兩個星期就博通噶啦。咁啊，以後咧博通之後永遠都唔會有人可以再喺度拍到跳橋啊！第一次同埋最後一次。喂，四個啊你，三大巨頭真係冇辦法。有幾句啊？三大巨頭真係大，砸死！聽啦，唱歌。影影啊！影啦！哎呀死啦！影曬肩膊死啊！埋尾啦，搞掂啦，终于都系有啲难忘啦，系啦。拍紧嗰阵时有啲辛苦，但系拍完嗰阵时你就会觉得，继续拍好似好玩啲喎。有开心嘅，有唔开心嘅，有兴奋嘅，有乜都有啦，其实。突然之间即系缘分啦，即系天安排。几大嘅 experience 噶，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 experience 对我嚟讲，系。咁、那個 experience 係非常之好啦，我覺得係啊，即係值得啦，同埋好值得，即係我學咗好多嘢啦。要睇彭冠傑呢個人咧，咁希望你睇《安非他命》係啦，呢、這個咧係有我俾心機演嘅一個電影嚟嘅，係啊，多謝大家支持。